世界中的雨林深处有一个非常神秘的神庙，我们激活这个神庙，我们就会看到雨林神殿。有很多小伙伴说神殿只会在地上，其实在地下也有一个神殿。你们难道不好奇这个神殿它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来过雨林地图，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雨林神庙非常的特殊，它上方缺乏雨林之眼，并且我们人类要想看到雨林中的神殿，就得拿雨林之眼放到神庙的额头上，这个时候神殿它就会出现。这个神殿非常的大，在它的里面封印着雨蛇神，非常的可怕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就是此时雨蛇神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那么隐藏在地下的神殿它在哪里？我和学姐发现它其实就在沙漠中，在沙漠的深处有一个绿洲，而绿洲的正中央就有一口千年古井。当我们打开这个古井，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神殿也很大，它共计有四层，在最下层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沙漠神殿，并且它的门外有杀人的守护。当我们击杀掉这个杀人以后，就会看到最最最最最宏伟的沙漠神殿，它是地下的，你们知道了吗？